车主是你吗？车主是你吗？吹个气就好，好不好？好。有喝酒吗？没有，一点点。喝什么东西？啤酒。什么时候喝的？刚几点。喝多少啊？一罐而已啊。那你靠边停一下，好不好？最多十五分钟啊。那就等十五分钟。好、啊。还有瓶水吗？可以先试测吗？不行，真一次定生死啊！我就喝一罐而已。不行，只能测一次而已。环柱持续吹气哦。等一下，我先不去啊。是的呀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归零，好，没有，我想停再停，持续吹，不用太大力，小力一点，来，好，超过了没？超过了，1.8，0.34啊。本所同仁执行取缔噪音车勤务，发现女骑士行进间摇晃不稳。尾随进行拦查，经实施酒测后，测试值为0.34，已超过标准值，全案依法移行侦办。